谢谢谢谢我们这些漂亮的姑娘们，她们跳得棒吗？谢谢她们为我们带来了一道如诗如画的视觉享受。是的，非常的精彩。哎，张梦你知道吗，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新春佳节快来的时候呢，美中文化协会都会举办咱们华人的春晚。是的，杨洋，但是啊，你知道吗，他们在背后赋予的创作的时间是满满的一整年呢。是的，他们就是凭着对中国文化这种热爱，一年一年这样无私的坚持下来。对的，他们也是靠着和我们广大的华人社团的友谊传播着。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从中国远道而来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罗峰先生，以及第八代相声表演艺术家皮建新先生为我们带来相声新尝试。有请。有请。什么毛病？拜早年哦，对，拜个早年，打中国远道来到美国，高兴，嗯，见上同胞了嘛，对不对？那倒是，哎，尤其我们哥俩，嗯，往这一站，形象也漂亮，漂亮。您照过镜子吗？照镜子吧，但是我得分跟谁比啊？那当然，我跟我们哥哥比差着了，我看差不多。哎，皮建新。这我们师哥啊，就是我，这多好，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呦呦，不敢当，不敢当。哎，跟朋友交往，待人接吻，你像人这个演员，我告诉你，不，你等等吧，我听着这嘴都疼。怎么呀？待人接吻啊？我耍流氓啊？我行啊，那叫待人接物。哎，对对，待人接物。哎，什么都不懂。哎，就待人接。哎，做自我介绍，介绍我自己。嗯，介绍介绍您。我们打中国来，在北京、天津说相声。有点小名气，哎，百度一百度都知道罗峰罗大牙，嗯，外号叫扁惨，还有人管我叫更球。不是，你等等啊，这什么叫更球 啊？他们都说我跟土豆发芽一样英俊，真没羞没臊，没臊了。不是，上来没五分钟还说您自己英俊漂亮。干脆啊，我给您起个名字吧。那您说，我看您就叫二百五怎么样？啊，二百五，二百五，我喜欢这个名字。这倒好，没杠台。不是，报幕好听，人主持人上来报幕好了，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罗峰，表演者叫什么？二百五。二百五。哎，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二百五皮建新。别。不，您等等啊，这个听着可有点别扭啊。不好听，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皮建新二百五。哪个好？叫他把我给算了。行了，您还叫您那更球吧。啊，您对不对？哎，您还叫这更球？高兴啊、嗯，高兴。哎，为什么打中国来的我们这美国来了呢？啊、嗯，哎呀，在中国他们老排挤我，这没法不排挤您。他们腻歪我。他们腻歪您的，连我都腻歪您，就像你这模样的，在中国你应该在精神病院里边待着。精神病院？你出来看着你就腻歪。我的，为什么他们腻歪我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能耐比他们大。不，你有什么能耐？他们都腻歪我，我老发明创造。创？您创哪儿了？创哪儿吗？创造，懂吗？是。就最近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张志宽，知道这人吗？知道啊啊！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呀，他最近打算扣我，扣，他拿筐扣你啊？不，什么叫扣你啊？就你这说相声的，一老说你扣我吧，扣，人家那叫拜师学艺。对对，他就要拜我为师了。张志宽要拜你为师？对，那张志宽还有饭吗？不，张志宽干什么呢？唱快板的。多没劲，拿板逮的李大破竹片子呀，什么意思？张志宽，不是你那叫不懂艺术。张志宽唱过叫什么车的一节目？捷行车代表作。头两句怎么唱的？叫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哎呦，不是你轻点行不行啊？哎呦，什么玩意儿？不是轻点、啊。就这个哪有破竹片的？忒大华蓥山什么样啊？什么都不懂。现在以世界接轨。
那怎么接轨啊？哎，这节奏就不行，拿着板不能这种节奏一唱的好听吗？咚起咚起，花园山的每个丛林万象万丈多，那家里建设工能先讲干工，那张脸来崩，咱俩只问几辆车，那就你家里再把咱家全喝喝，吼吼哈嘿，他请你的车，吼吼哈嘿，他请你的车。瞧你这德行，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不，你这叫接轨啊？接轨啊？你这叫糟改人家的艺术？糟改干什么呀？你糟改人家的艺术。最近我又发明一种新的说唱形式，你不要瞧不起我。不是，您又发明什么形式啊？我最近发明一种新的说唱形式，叫做天津 rap。天津 rap。对呀、啊。不明白。不明 rap 懂吗？懂啊，这是国外的一个说唱艺术。天津 rap 不明白？不明白。天津 rap 啊，就是天津 rap。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我、讲具体点。哎，您给讲、各位讲讲怎么回事、我来到美国，我激动，给大家讲讲怎么回事。我这天津 rapper 怎么回事？我这个天津 rapper 是我发明的，我创造的。我这个天津 rapper 具有民族性，具有世界性。因为民族所以世界，所以祖国。为什么祖国呢？争取诺贝尔奖金，专利权，有钱了不怎么样。猫王怎么结束以后不听他们了？都死了，都老气死了，没人听的。告诉我，这个以后全国。掐着不？这样说话容易猝死，知道吗？你踩电门上了是怎么着？你一句听不懂啊，你慢慢解释一下，这什么叫天津 rapper？ 对啊，啊，细致点。首先说这个天津 rapper 有很多人在一块儿，啊，就那个伴奏的很多人，哦，还有很多人，就拿着那个药器，一人拿一件，不，对吧？有脚气吗？脚气、什么叫药气啊？就吹的、拉的、弹的那个，什么都不懂，那叫乐器啊，乐器。行，依你，怎么什么叫依我呀？首先说啊，说有那个琴，哪个琴？就那个松紧琴。不是您等等，不是等等，您有那松紧带吗？不是，什么叫松紧琴呢？就拽过来咔找的，那叫手风琴。啊，手风琴。行，依你。什么叫依我？还有那个大把葫芦。停。那叫小提琴啊，小提琴。行，依你。又依 我乐队的来了。又依我。哎，还有那个拉管号。哎，你哪个村的？那是西洋乐器，长号。什么？长号。行，连你都会了。哎呀，我们乐队的。好，那就依我。跟我一个飞机来的。好，嘿，有一指挥很漂亮啊，指挥、穿什么呢？穿一个燕尾服，扎个领带。对，很漂亮。不是，您什么打扮？穿燕尾服要扎领结。什么？扎领结。行，依、我，我就知道你还得说燕尾服有气儿啊。我们大褂这儿开气儿，燕尾服是后屁股、这儿。行，您别比划哪开气儿的，您接着往下说吧。手里拿小棍儿，小棍儿。那叫指挥棒。什么？指挥棒。行，依你。我就知道这句话。哎，那这前奏特别宏伟，您给来了这前奏。指挥往那一站啊，啊，准备好了吗？预备。等，不是您什么叫预备啊？啊，这叫预备。你管着吗？不是，什么叫管着？就这么说。这回依我。好，依你，对吧？来这掌声玩的，哎，依你，个性，哎呀，嘿，依我了，啊，依你，前奏的不会，啊，一唱就更好听了，准备好了吗？预备，走，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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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这天津 rap 我发明的嘛，对不对？这是你发明的。怎么的？我跟您讲 啊，就您的这种演唱形式啊，那在天津打有狗那年就有。
多咱有的狗。哎，这还让他给问住了。哎，你今年多大了？我36。有36年了。我跟狗一块来的。不是，这不就是天津快板吗？污蔑，怎么的？天津快板，你太污蔑我了。他这样。这个你那是你呢，我是我，咱俩东西不一样。就我这个天津快板，你还自己说出来了吧？讨厌！就我这个天津 rapper 有最大的特点，啊，有什么特点？就无论什么歌曲、什么戏曲、什么国内的、国外的歌曲、歌剧，都能拿我这个天津 rapper 演唱。因为民族之所以世界，所以出国为什么出国呢？争取运动不让进，转了圈我有钱了不怎么样？猫王我精神上气死了，没人听的吧？人家四大爷没人知道，全球都有，我都发明我这天津 rapper 不是全球。快您停停停。我明白了啊，也就是您说您这个天津 rapper 就是什么都能改，那当然都拿我这形式演唱。那我问问您，嘿，那个流行歌曲能改吗？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最爱听一首歌，哪首？就是台湾有一个高安，他唱了一首叫《红尘情歌》，您给我改改我听听。《红尘情歌》？对，就这歌。对，《红尘情歌》。我不会。不。这你不会怎么改啊？你可以做个样子，我听完揣摩运用，把各位来让他唱一个好不好？我不会你个，对不对？那个要你又把我绕了，热热热，对不对？你好，我给您唱唱啊。关键咱们是听他怎么改。你知道我曾爱着你，你知道我还想着你，离别时说好的不哭泣，为什么眼泪迷离？您来这个。哎，您改改这个，有点意思啊！哎，您改改这个，看不出来长出这模样，唱歌唱这么好听啊！您别废话，就关键听您怎么改。就红尘这个啊，哎，红尘情歌，情歌这个，来这个哈，你来可以，没问题。你给我来个前奏，我给您来前奏啊，没问题。就那个是什么前奏？就那个梆梆梆，不，就您这前奏啊，我终身难忘啊！我给您来这前奏啊，哎，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预备，预备，走！梆梆梆，梆梆梆，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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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说好不哭泣，为什么呀？为什么是眼泪迷离？是眼泪迷离。谢谢。艺术，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不是您这叫糟践艺术。能糟践吗？这黄安是没在这儿，你再怎么？如果高安在这儿，啊，他得拿小刀捅死你。这叫什么玩意儿？民族的世界，所以我出国，为什么出国呢？争取这么，我有钱了不跟他们一样，结婚也没有他们，又来了，有钱谁找他们？干什么？过时了，我这艺术，我告诉你，永远告诉你，全球吧，全球风靡。哎，你应该吃点谢里停了，你停停吧，你这个就算你过去了，过个嘛，过了，美国的我们同胞们过吗？真是的。洛杉矶的观众多热情，不向着我了，向着他，您看见了？哎，这个就算您过去了，算吧，就过了。那么流行歌曲您能改？那么戏曲您能改吗？国剧、京剧都行，就是国粹京剧可没问题。哎，有一出京剧啊，那叫《智取威虎山》啊，里边有一个唱段，什么叫“今日痛饮庆功酒”？您给改个这个怎么样？这京剧啊，哎，国粹非常好听。这京剧原唱我会。这个您会？今日痛饮庆功酒吗？对呀，啊，你唱这样的。那您来来。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哦哦哦！不是，我说你要现原形是不是？你信不信我收了你这孽障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京剧都有话。不是，你别一惊一乍行不行？你别一惊一乍，您给改改这个。别怎么改哈？啊，我揣摩揣摩。哦，还得揣摩揣摩。你给我来个前奏。哎呦，啊，对，我知道，用那前奏啊。哎，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预备，预备，
走。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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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洒热血，我们一起写春秋吧，是一起写春秋，是一起写春秋吧，是一起写春秋。吼吼吼吼吼吼吼！哈哈哈哈哈！哎，不过。我绝对不动手啊！您过来过来过来，这就您改的是吧？啊，京剧，这就您改的是吧？啊，你这不是糟践我们中国的国粹吗？啊，民族就是世界，所以我出国呀，我这争取这仗推广全世界，全球风靡嘛，对不对？不是你去哪儿也没用，就你这技术上不了大台的，上不能。告诉你，我这个艺术你不要瞧不起我。我这会儿还真有点瞧不起你了。就您这艺术不爱看，不叫艺术。最近已经发展到了印度了。不是你不怕印度人民拿蛇咬你啊？咬不咬你咬谁呀？印度人民改了首歌。改什么歌？有著名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曲。哦，《拉兹之歌》。就这歌。哦，您能改这歌？原唱我会。那您先来了原唱吧。好啊。印度原文的啊，印度原一唱这儿的，阿巴拉古，阿巴拉古，呀嘎拉叽叽麦，阿巴拉乌，阿巴拉乌，还来乌，这水开了的音儿啊，不是，就这怎么改哈？您这能改吗？我揣摩揣摩啊，揣摩揣摩，那您改个试试？你给我来个。前奏，我今天倒霉这前奏的，啊，梆梆梆梆梆，准备好了，哦，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预备，预备，走，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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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啊，那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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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拉古啊。气美啊呜哇呜哇呜哇啊呜哇呜哇呜！不是，您这天津抓法，我这超级神经，开始。